早，你们起得来啊、哦？好，那开始吧，就这样。我先请教一下外交的问题，就是我们群岛的总理，就是昨天发表说，我们好像台湾对祖国来讲是没有作用的。那我们现在到底跟祖国邦交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所罗门群岛的邦交哦，在中国这样步步紧逼之下，我们确实面临一些挑战哦，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当中哦。那这几年来，我们跟所罗门群岛有很多方面的合作啊，那这些合作方案啊，也带给了所罗门群岛的人民哦很多的照顾哦。那他们也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中国会觉得有点无情吗？因为前几天外交部长才刚来不见过面，然后回去总理就说了这些话。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势，我们还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这个整个事情还在努力当中。总统，我想问一下，我要交我男朋友。谁？总统李梦居，我们现在有任何的营救计划吗？对，我们的陆委会跟海基会透过既有的管道跟其他可以协助的方式哦，那在尽一切的力量来对他的情况哦能够有所掌握，也提供他必要的协助哦。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以他的人身安全跟他的权益的保护哦为最高的处理原则。因为郭台铭可能在中秋参选，被称为是中秋起义，然后也有人形容说你可能也会中秋起义，因为中秋节有一个音乐会，会跟赖前面长同台，那两个人就是第一次见面嘛，有可能会谈到我们可能谈搭配。中秋节就中秋节嘛，哈、哦，那我们希望大家都中秋节大家可以团圆，大家可以过个快乐的中秋节，哈、哦，那趁这个机会啊。我也要祝我们全国的人民中秋节快乐啊、哦！问题是什么？中秋节快乐吗？这个副手问题会邀请他。我们党是很团结的啊、哦。那我跟赖前院长的这个沟通也没有问题啊。哦，那有像我讲过了，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时候提出最佳的组合嘛。所以中秋节会团圆吗？跟戴院？中秋节跟每一个人都团圆了。那但是中秋节最好不要谈太多政治。总统会希望收到这个郭董的这个参选月饼吗？他好像长字条啊，长字条。希望他写什么？我没有收到月饼吗？至少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收到月饼，应该是没有收到的，因为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有人会马上告诉我。总统，可是郭台铭进入参选，已经动作蛮多，你怎么评估他选对您是好利还是不利？我想这段时间以来哦，台湾的社会对于2020年的讨论哦，还有选项哦，都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不过我们还是一样按照我们既有的这个规划啊来进行这项选举啊。那我们党在这个阶段是非常团结啊，那我们也会一直团结下去。那么同时我们也会集结最大的社会的支持哦，来赢得2020年的全局。那总统郭董已经针对您批评说，您的0到6岁政策是学习他，而且还说了观光的部分，观光两岸观光应该是要增加税收，但是我们现在反而是用秋冬旅游补助这个税收来填补这个两岸观光的洞。郭董事长是什么时候开始参选的？开始有这些政策，大概是夏天左右吧。我们现在宣布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政策的讨论哦，还有反复的检查才宣布的了哈。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育婴托儿的政策从去年就开始就已经做第一阶段的这个宣布了哈。那我们8月1号就在进行全面性的实施，这本来就是按部就班哈。经过缜密跟一个很充分的思考跟讨论以后，按部就班的来执行了哈。所以郭董或许有一些误解了哈。
那另外就是这个观光业的事情哦，那其实众所周知，这一次哦，这个中国的对于这个自由行的旅客的限制哦，还有减少这个团客哦，其实都是针对我们这一次的选举而来的哈、哦。那我们是民主社会哈、哦，我们的选举哈、哦、不能够受到这样的外来的因素的干涉哈、哦，所以我们也必须在这个时间哦，对我们的产业哦提供必要的协助哈、哦。那这种这样的协助，让我们的业者不要在中国的政治操作底下受伤，好，那这是保护我们的业者，好，甚而至于是保护我们的民主不受政治的干预，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期待啊，像郭台铭董事长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共同守护我们国家的民主跟我们的选举的制度不受外边的这个外力的干预哦，那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不应该是批评自己人了。总统，想问一下，刚刚你说要先确保就是李凤军自己现在的这个人身安全，那就我们目前掌握，我们已经跟对岸连上线吗？到底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事情哦，我们现在可以讲的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以让他的人身安全获得确保为最优先了。总统，你怎么看大党开场说现在因为得不到市府的支持，所以他们决定说要来停办？但这个音乐季其实是大家都做主主播，是非常热烈，每一年当中都大家很期待的。不晓得总统怎么看？说就是高雄的这个。高雄哦，在这几年来哦，有很多的文化哈、哦、音乐性的活动哦，让整个城市哦展现出来它的活力哦，让这个市民哦也有很多可以共同相处的时刻哦。那这样好的事情哦，我们也希望高雄市政府要珍惜，能够让它继续办下去。总统请教一下哦，那个昨天党部决定由林政会调查陈明文的，就是调300万的事情。那从的新闻稿看起来，总统有是不是有跟陈明文或者说直接间接的沟通这个事情过？新闻稿里面说我有，就你有表示这个需要透过这个来调查，哦，司法调查。没有这件整个事情，我们是尊重我们的党的那个处理的，这个事情我没有介入。总统，你怎么看柯妈妈说你不够辣，所以她决定要支持？哦，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的，认真认真做事才是最好的口味，不是吗？好，谢谢。所以总统要放朝天椒吗？再辣一点。